吃的，这是张木家的。张木家在哪里？哦，这是张木兰的。哦，这个是谁的？哥哥，哥哥你拿起来一下。哦，这是沈玉君的耶。哇，好厉害哟、哦！来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两个大哥哥跟大姐姐的。哇，这是谁？来，这是钟慕成的挪亚方舟。来，这是谁？这是沈一凡的挪亚方舟。好，我等一下。沈一凡，你告诉潘妈妈你画什么？钟慕成，你可以告诉潘妈你画什么吗？中华民鱼很大，洪水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场景，如果整个头都张木家，你画什么？你画挪亚方舟吗？哇，上面还有什么？有长颈鹿，还有什么？啊，这不是长颈鹿，是两只大象。哦，两只大象，哇，好棒！为什么要两只呢？灰色的是女的，男生的是黑的。哦，灰的是黑的，灰的是母的。